完备产业体系和强大内需市场的优势突出，特别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、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，将给工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重大积极影响。我们有信心、有条件、有能力推动工业经济积极恢复、稳步回升，为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做出贡献。我们将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、核心基础元器件、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，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，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产业基础共性技术中心，再培育若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，以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拓展为主攻方向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深化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，推动工业互联网向工业园区下沉普及。